会影响到版面吗？那你怎么做的呢？那个的话就是不影响到版面，不影响到背面，最后要怎么样？您在哪里焊接哪里工作的？我只告诉你吧，但是这个就真实的情况。对，我们抱着 Apple 的，我来没有关系。我理解，你们都有对应的这个。你别说你那个 Pixel 也在做这个，类似这样。我知道，他们也说，他们是也是有心。所以说，我们选到这个 Apple 的时候，就是它的厂商，就是厂商都是可以的。在美国有一场他们人寿的那个圣地亚哥的还是最近那个他不是硅谷的那个跟我讲说他们刚做报纸能做到68万以上mini iPad mini 然后呢他说呢做的不是这个了这个完了这几个 BGA 的版型啊他做到68万的产品然后 Apple 自己在美国只能做到35万，他们自己试只能做到35万，然后后来他们20多个人飞到上海去干，然后他做的时候也没想到怎么样，你既然要盯着我看，我就是走在那里看他们怎么做，过来学习。他说很痛苦是吧？就试一试，他也真的就跟着他们。